再问你一句啊，你到月球啊，不要说你到月球了，月球根本就没有人，现在也没有人在那边生活嘛，对不对？月球上现在有人吗？没有。好，我问你啊，月球上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邪道？什么是正道，是什么邪道？不要讲那么远呐、啊。虚空，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邪道？所以正道跟邪道是人本身去分出来的啦，哪有什么正道邪道？是因为有人才有什么正道跟邪道啦，没有人还有什么正道跟邪道呢？你在月球上有什么叫做正道邪道吗？在虚空有什么正道跟邪道吗？都没有的，那就是不二法门啊，正邪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走的正路，像直接你要到西雅图列张寺，你走中间，这个就是中道。你走旁边，旁边有两条小路，那走了，那个是邪道。邪道一样可以到西雅图雷藏寺啊，你正道爬起来也是到西雅图雷藏寺啊，你斜斜的走还是一样的到西雅图雷藏寺啊，这是不二法门啊。这样听得懂吗？这个是可以讲是相对的，正跟邪是相对的。这个世界上也很难分别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我们也很难讲，真的。